我刚刚也问，刚刚也问老师嘛。什么？我刚有问那个老前面的老师啊，我才拍的啊。不行啦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不是不让你拍，就是时间不对，不让你拍。真的不好，抱歉。你看来他一这样，第一就拿着手机在拍，我就不要这样子嘛。我也拍十一、十二年了，那阿美族一两百个部落。对，我知道你拍很多年，但是我你要拍我们这里是我们这里呀、啊，我不想跟别人一样，跟我们的头子。我现在没有拍他，在拍我，现在才拍他而已啊。那你叫他收起来，我也收起来。什么？我可以不照你啊，你也不要照啊。你们这边这。